而且我问你感觉三哎，装什么？我等下去看谁。那等下就你扛回去就好了。不知道看表演吗？就会发吗？可恶！哎、欸，他那个电梯那么容易的，超好玩。什么东西？电梯面都是难。真的假的？我只敢到这边，这个。好赞哦！过来在那边穿啊。六楼。太大了。哇，最真赞的。六楼。六。我说这个应该蛮脏的。去想一下，这里应该蛮脏的。不知道这边有发生过什么事情。应该这么短时间有点太短了。总是有人可以。这电梯应该倾斜一边吧？倾斜一边，就那边一直都有一个重力。不知道是哪一个门，好期待啊！不好意思，感觉两边。好，你先，你先。Go go go！